Layli ya, Layli ya,海豹突击队刚带着高价值目标撤离，就发现昨日撤离的村子被当地反叛军屠杀。这本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，但美军士兵的良心不允许他们坐视不管，因此他们当即选择返回。可接下来的画面，尽管是久经沙场的海豹突击队也感到无比的残忍。美军的狙击手躲在暗处，解决掉村口的所有威胁，紧接其余队员慢慢的迅速渗透。等他们来到村口，发现眼前的尸体堆积如山，看样子这里的杀戮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天。海豹队员解决掉眼前的敌人后继续向前渗透，村民们被强迫光着脚跳舞，但他们的下场无疑只有死亡。好在危急关头美军赶来。而接下来的画面直接让在场的所有人怒不可遏，他们赶到一处房内，发现一名妇女躺在地上奄奄一息，更可怕的是她的乳房被敌人残忍割下，为的就是欣赏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慢慢死去。愤怒的士兵当即掏出小刀，狠狠地扎向敌人。等他们回过神来，女人早已停止了呼吸。美军将村内的反叛军清除后，带着幸存的村民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可不知为何，士兵在无人机上发现反叛军竟向着他们步步逼近。按理来说，这帮恐怖分子本不应该追着普通村民不放，就算是这样，也不可能方向如此精准地朝着他们而来。也就是说，这群村民中必有叛徒在通风报信，并且其中肯定还有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。因此，美军士兵当即决定要给全体村民搜身。也在这时，一名男子慌乱地从人群中跑出，但他又怎可能逃过美军的枪炮？ About who? Information about who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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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llow who? 士兵在他身上找到了无线电，经过对村民的盘问得知，原来他们其中有着尼日利亚的总统之子。反叛军前不久已谋杀了总统全家，但总统之子侥幸在这场灾难中死里逃生。也是正因如此，敌人才会紧紧地咬住他们不放。得知一切的缘由，士兵们当即就制定出一个计划，